们好，我是黄老师，你们也可以叫我 Becky。 那今天是星期六，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没有工作，所以我们来了当地的公园聊天喝咖啡。你看，那就是我的朋友，我们现在都过去看看吧。好，可以了，我吧。我要工作。我知道你要工作。你今年几岁啊？三岁。三岁啊，三岁的咖啡师，你骄傲吗？骄傲吗？哦，你还不知道什么是骄傲，对不对？我三岁了。啊！你觉得自己厉害吗？厉害。哦，厉害，好的。我觉得要换一个词哈。懂了，懂了。越直白越好。哦，理解。就像我跟外国人说那种非常简单的词是一样的。对的。嗯，因为他现在小朋友也就是那个小朋友。嗯嗯嗯，明白。所以我的学生初级阶段，我千万别太我要建议我的学生来跟小薇学习中文。嗯、那肯定的。嗯嗯，杠杠的。对，咖啡师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咖啡，咖啡，你在磨咖啡豆是吗？嗯。啊，你要磨多久啊？磨多久啊？20分钟。20分钟，为什么总是20分钟呢？不要让它掉下来好不好？掉下来就坏了，不要它掉下来啊。够了吗？嗯。还没够，还要磨是吗？再磨。嗯，好的。这样我们就有咖啡喝了。嗯，好的，谢谢你。我可以喝一点是吗？嗯嗯，谢谢你。可以喝一点点啊。我只可以喝一点点啊。你可以喝好多。我可以喝好多。好的，那爸爸妈妈可以喝吗？啊，也可以。微微呢？啊，也可以。好的。姐姐也可以喝。好的。我哥也可以喝。好的，你哥哥在哪里？在家。哦，在家呀。哥哥要来吗？哥哥要来吗？不用。不用啊，好吧。哎妈呀，我发现你那里面有好多豆子呀，好像磨了很久很久还有。你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好的。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你看啊，爸爸这里要点火了啊，有点，你要注意一点啊。嗯。啊，好可怕！啊，爸爸在这里怕什么呢？爸爸会保护你的安全的。好，我们现在等到水烧开，然后呢？我们的咖啡可能还磨得不够多，还要一点点。妈，我会磨了，我会弄的。啊，那你帮我磨吗？你可以帮我磨吗？继续磨。好，那你用你最大的力气，不要在这里，这里有火，知道吗？这里有火啊，行吗？小小咖啡师，给点面子行不行？这是热水啊，你要小心啊。哎呦。送爱心来了，爱心便当了。哎呦，来爱心午餐，么么哒。喝杯咖啡再走吧。来，我替兄弟们先尝一下哈。好，先闷蒸，少量的水，把这个咖啡粉打湿，看前面。看前面的镜头。对头。嗯。啊。喝杯咖啡再走。我来鸡粉。我会的。好，等一下闷蒸一下，停，数数，开始数数先。多少秒？数到十的时候，数到十。你别动了。数数，我们现在是数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好赞的样子。九、十。好，开始第二次冲了。慢一点。哇，好厉害。我会的。嗯，好的。
好，暂停，再数十，数到十。再冲，再冲，再可以开始，小心！哎呀哎呀，被烫到了！好，再冲，他被烫到了吗？没事啊，没事，好的，继续。我要把飞翔接过来啊。嗯。带娃过来玩。可以了吗？好，再数十下。嗯好，冲！哇哦，应该差不多了。啊，八就到十一了。好，再冲，再冲，再冲！好，继续冲，乖乖，继续冲。可能下面装不了那么多水了。继续冲，宝贝。装不了了。可以再冲一下就好了，再冲一下就好了，对。哇，谁可以喝你的咖啡？我可以吗？哦，谢谢你。要喝一点蔡木威冲的咖啡。这可是小小咖啡能不能？是吧？就是。